拜托大家，我们让这六席立法委员2020年1月11号全力打，好不好？好。各位，我们乡亲，我非常鼓励大家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韩国瑜的支持者永远一面国旗，代表大家热爱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支持者都是自动自发，都是两眼炯炯发光，都是热烈的期待未来的台湾会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从事政治活动，没有办法让人民活得富足，让人民过得有信心，让人民安居乐业，我们有什么颜面？我们有什么资格来从事政治活动？这3年半，民进党的执政，手上有权力的吃香喝辣，连总统的专机都可以拿来走私香烟。这个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？真的没有办法。经济疲软，信心丧失，人才外走，两岸紧张，所有广大的台湾人民，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害怕现在，担心未来。各位桃园乡亲，把选票集中起来，今总统、立法委员，就像老鹰、美丽的小鸟，两只翅膀，缺一不可。桃园乡亲，2020年，让我们用最后的武器，最后的法宝，这一张神圣的选票，来决定我们台湾自己的命运，让我们翻转贫穷。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，让我们台湾2300万人用手上神圣的选票来照顾我们的子孙万代，来荣耀我们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